嗯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是教一记教观刚中和说，各位比丘，各位比丘尼，各位沙弥，各位沙弥尼，各位居士，大家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啊，请放掌啊。我们呢，这个继续来上呢，这个二谛啊，天台中的二谛呢，七种二谛。那么我们继续呢，来跟大家呢，研讨。那么我们呢，上一堂课呢，就谈到了这个已经呢由通教人来接的这个二谛。那通教人接二谛，那么这就是当分的这个通教啊，被别教接。以及被原教接啊的一个状态。那所谓的被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我本来观念只到这里，但因为我根气力，我到了这里之后呢，我因为我可以再看深入一点，那么深入一点之后呢，就被另外一个更完整的观念，一整套一整个完整的系统的观念所衔接。是这个意思，那么这样子就叫做被接，有一点像什么呢？叫做转班呐、啊，转那个班级或者转一个资优班呢、啊，因为对他也可以接近算资优班的概念，就是说，我本来在读这个班级，我也可以读到毕业，读到毕业就证那个果位，但呢，你的资质更好，那你。要不你到哪个班去？虽然可能会读久一点，但得出来的学位更高，学位更高啊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我们佛教是不讲学位的啦哈。那么就是说，这是一个比喻而已啊，不要把我比喻当作那是价值啊，不是这意思。我也没有反学位，但我也没有说觉得世间的学位对学佛多么的重要。在很多意义上，事实上它是。反作用，它是反作用。你比如说，有人很自信，啊，做事情很好。那在世间人呢，老板很喜欢这种人呢，啊，他很自信啊，你交代他的工作，他不会说，哎呀，这个我不会，那个我不会啊，这个他不敢接啊。一个工作交代给他，他就敢承担，啊，有企图，这样很对。但你说在出家范围当中，那就要看情况了。他对自修，他对自己的成长，出出家的对自己的成长、自己的修行，对道场安住，对自己应该听闻佛法学习，他很有企图，这个是对的。但他对外界、对弘法利生很有企图，这就不太对，心就浮浮的。那倒过来说，他已经老参了，他住山都住20年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还在想着要自修。然后呢，对度众生，对众生的那个苦难毫无感觉，毫不企图，这换他不对了。这要看状况，他不能把话说死。那么很多佛教徒啊，他呢学了一点点藏教佛法，所谓的苦空无常，然后呢，他就看着人家行大乘菩萨道啦，建寺院啦，他就拿了那个他学来的那个很少分的藏教思想。啊，厌离娑婆的这种思想来批评，
那么要不就学一些道理，比如说，哎呀，这个空有不二啊，这个善恶平等呢、啊。他现在来谈说，哎呀，这个公投怎样都好，善恶平等，头壳坏掉，头壳坏掉。那如果那这样的话，吃大便跟吃饭也平等喽？嗯嗯，这就是此理非是，此理非是。啊、哦，我没有意见，你不去投我也 OK， 但你不要说出一个不是道理的道理，你就说你懒惰好不好？你说你不爽去选好不好？你说你不知道怎么投票，这样可以吧？你不要去讲那种佛教的那似是而非的概念。哎，这个，善与恶都平等啊。还有再一个讲法，哎呦，我不要跟他共业，你不投也共业啊？你不离开地球吗？你在地球上你也跟他共业啊？他想怎样？你想想看啊，有人要去炸高铁啊，对不起啊，这不是真的啊。有人要去炸高铁，那你是不是共业？哎，我从来不坐高铁，你试试看好了。你从来不坐高铁，你有一个亲戚住台北，你住高雄，然后他那急得重病了啊，急着要看你，没高铁，骑脚踏车去。那个时候人家对高铁伤害，那就你就是共业了。这就是很声闻称的见解，声闻称就是这种见解，他没有恶意，声闻称没有恶意，但声闻称他就是因为是生死如冤家，要灭掉俗谛才有真谛可得，所以俗谛是没有价值的，在纯藏教人就是这种看法，那就你学了大乘，然后你在大乘的国度里，你用这种概念。好，再来，就算是藏教人，他在没有灭俗谛之前呢、啊，他还是承认他是谛哦，也就是说，他承认世间人必须依这个东西为安住，只是说我不要这样而已，他不会是我的最终价值，我可以舍这种世俗的价值，我就是看不出来他的任何我在出离上的价值，但他是承认人家世俗的价值的、哦，不可以闯红灯，算不算世俗谛？算不算、啊？还有什么好疑惑的？还要想一下吗？不要闯红灯，算世俗谛吧？是啊，是这样，世俗谛啊。你可以想象一个阿罗汉会讨厌这个规则吗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那它是不是一种 rule， 一种法律？是啊。哎呀，法律有法律等于没法律，善就等于恶。吃大便等于吃香蕉，你可以这样讲吗？你看，居然有佛教徒可以这样讲话，怎样？所有的师傅要去撞墙，因为没把它教好。但我现在在教了，所有师傅呢，该撞墙的一定不包含我，因为我已经教了。我现在已经公开说了，不可以这样。啊，真是不要这样子，啊，不可以这样。但是什么时候动用那个想法？你自己在善恶中纠结，你自己面对别人的恶放在你身上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拿出来用好不好？善恶平等，你拿出来用，人家对你恶，人家毁谤你，人家说你怎样，你要这样想啊，善恶平等啊，那个恶法呢，就是在磨练我的脾气的，消我的业障的，我呢在一切辱骂当中如沐春风。可以，请你用这个时候用在你身上，不要叫别人家用，别人没有义务要这样用，懂吗？那你可以这样用，没有人会笑你阿达，人家会说你修行人，但是你要去把这个东西放在全世界，叫别人这样弄，你纯然是一个阿达状态的，搞不清楚状况的，很难说你是佛教徒的，自认为佛教徒。那是你自认为你是佛教徒，人家佛教徒不是这样干，佛教徒是自我要求，善恶平等是放在自己解决烦恼上，你可以这样做啊，这样弄清楚啊啊，多事，现在宗教处于多事之秋，佛教徒不要乱放炮，乱讲话，这很糟糕啊，是这样讲的，没惹世人，世人都被惹毛了，讲的什么话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好，你比如说之前还有一个叫做什么，看到老公有小三了、啊，说自己业障重，
这个是对的、啊、他自己这样想 OK 啊，那就糟糕，就被哪个不屑弟子那段文就把它剪辑出来到处流通，他孤立了那段文，那当然这就栽赃了那个出家人嘛。他在讲内在修行的时候是可以这样讲的，请问哦，那个老公有小三，你完全没责任，是不是啊？是第一。第二，那个老公是谁去嫁的？当时主张要嫁给那个你那个老公的，是你老爸、你老妈啊，还是你儿子？你儿子架着你去嫁给那个老公的，那还不是你自己愿意嫁的？那今天搞成这个样子的，那你一天在管有没有跟他睡在一起，我不知道了哈。那反正他是你老公，那你们没搞定，你没有业障，不然怎样？所以那种说法也不纯然错，但是那是关起门来自己修这样，你不能放诸四海而皆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业障重也不代表那个男人可以搞小三啊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你单独把它放到世俗当中讲的时候，人家世俗人就会读成说：“哦，佛教没是非，这个小三不对，你还说是自己业障重，然后不去骂小三，骂正牌老婆。”他把它想成这样，很明粹的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那么明粹？因为现在台湾到处充满小三。也都到处充满受伤的大老婆，他看到这个，你说他抓狂不抓狂？他也铁定抓狂嘛，搞不好那个新闻记者本身就是受伤的大老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而且华人社会里头拿道德当斧头，拿道德当刀子去捅人家，这是什么呢？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。专门拿文化捅人家的，专门拿道德捅人家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你讲成那样了，刚好出现了一堆什么呢？一堆疯狂道德拥护者，拿起道德大刀，砍啊砍啊！当然，这些人你知道，这些人为什么那么明粹？他在砍别人的时候，他会自觉的自己是多么神圣，他突然间觉得自己。哇，好 perfect！ 为什么人类这么喜欢拿道德砍人家？其实这是一种自虐，这是一种自我无知，这是一种自我的救赎。好像高举这个道德的大赌之后，突然间自己就变成道德这边的人了。平常在干那些没道德的事，突然间都被你忘记了。义叙师傅，你当时写文章还没写这一段，我帮你补一下。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我说这小子在台湾可以写这种文章，你在大陆写看看，被骂死。是啊，他呢，就所以说佛教徒哈、哦，戒律、道德常常拿来批别人的，然后如果人家不跟他走同路。哇，他觉得好愤怒啊！你想你要愤怒什么？无非就是你内在那个脆弱的价值啊被挑战，然后你就觉得你愤怒的不是别人，你愤怒的是你自己的价值到底稳不稳固？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，你懂吗？然后被挑战之后，你就呀愤怒，然后呢架上了好多祖师都被你什么都被你借用，连释迦佛也被你用。被你用去骂人用的，你懂吗？这多少的佛教，我常讲，人家其他宗教还不一定怎么样，那特别是佛教徒，那个洁癖都不行，啊，很放肆，有时候甚至于这样子对三宝讲话都很放肆，很糟糕，啊，那么所以说，人家即便是声闻乘，他是尊重社会的一般的入耳，所以他还叫做地呀，还叫做地。不过呢，这样当我还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。我之前我不是讲过一件事，我说七种二谛哈，第一种二谛，这个三藏人的二谛哈，是勉强说在世间存在，被看到。从第二种二谛之后，世间人已经看不懂了，已经不懂了。但这个时候我在讲这话的时候，是我真的是我自己的，我自己就体会到这样。那当然呢，我自己也忘记我到底有没有。看到大德这么讲了哈，有一些这种事情是你也没办法，什么都是要大德讲过，或者是我们的智者大师讲过这样。
那昨天我当然还去 K 书了，继续 K 书 ，K K K K， 看到这么一段，恰恰就是咱们智者大师说的一模一样的话。他就说，他说那个藏教人所看到的二谛哈，是世间人唯一能看到的二谛。从此以后，闻所未闻。所以呢，自古以来纷争很多，因为他不了解。你想想看，天台一下讲成七种二谛，还不要讲七乘三二十一种二谛了。那随情说随情，自说随自说，这就不提了。那么这单纯谈理的话，就是依理而说的话，就是七种二谛。七种二谛，世间人只懂一种二谛，就是藏教人的二谛，也就是人本经验下的二谛。极大部分是人本经，不过藏教人不竟然是人本经验，因为他有了神通之后，他就超越人本了，他的经验就超越了。好像很阿伽，我常提阿伽曼，阿伽曼的传记当中还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说当年的泰国佛教衰败到怎样，衰败到穿袈裟怎么禅坐都不知道，他都没定见，换句话他的老师也没教，穿袈裟怎么经行他都不知道，他都不确定。然后当他这样想的时候，哎，在定中佛阿罗汉会出现，来走给他看，走给他，然后他就懂。然后注意，阿伽曼尊者传里头还提到一件事情，注意听，注意听啊，佛阿罗汉，他明白的知道有佛跟阿罗汉的差别，不是像现在部分的那个学一点点阿含的人呢、他就说没有什么的，就是阿罗汉跟佛有差别的啦，那都一样的啦。没有，他一开始就知道，而且他也说到他舍掉大愿，舍掉大乘愿。为什么舍掉大乘愿？跟大乘佛法讲的一模一样。他说怎样？他说我如果不舍掉那个大乘愿哦，我要累劫，要在人间受现在所受的苦。那太苦了，我不要。哎，这不就是所谓五百由旬太远吗？我先到三百由旬去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看，那心情真的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这样，所以他不要五百由旬不走了。本来打票打到台北，现在算了，台中就下车，先去喝下午茶再说。太遥远，你看他就不讲这么白。这些对阿伽曼的传记来说是毫无雕琢可言，因为那是他的好多弟子共同听来。然后呢，这位传记作家呢，他去问了好多弟子之后综合出来的第二本修订版的阿伽曼尊者传，同样写了这个事情。第一本是真银湖翻译的，早在1980几年就翻了，1989还是谁就已经翻了。那时候我在家的时候我就看过，30多年前。现在是新版本，也一样讲的这个事，但新版本更精彩就是了，更细腻就是了，是这样。你看，这些都完全印证了什么？大乘佛法所说的道理，所以它很有价值，它很有价值。这些都在没有雕琢、没有掩饰的情况之下，他说出来的话，那天我问了斯里兰卡的法师啊，斯里兰卡目前也是小乘，我问他说：“你们对？”阿伽曼尊者是什么态度？他说基本也接受。他们说他从小也听过这些故事，都听过。所以看起来南传国家应该没意外的话，都会接受他这个态度，都接受他这个概念，接受他这个概念。我这次去缅甸就经过清迈，清迈往北就是缅甸，一般都会从曼谷进清莱，坐飞机进清莱，清莱开始就比较偏远，然后进入缅甸这样。那个山水啊，看起来就，那就是阿伽曼当年行脚的地方，很不错。这个经验很不错，是这样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说，这个大乘法的意义啊，是不容易的啊。不过我们呢，也已经渐渐感受到，这个大乘法呢，这个。大乘的二谛说也不是这么难、那么我们、上一堂课呢、提到了说当分通教人的概念也讲完了，当分的这个
进入到别教去接的时候呢，也已经提过了，也讲到部分的原教接通教人，我们这要略说，因为大师在这里的文是相续，我们把文呢相续一下，那么就是要接下来就原接别，原接通教，而就通教人有两种，通教人对藏教来说，什么叫藏？这三藏教，也就是他只懂阿含，三藏教就阿含教，就当分的南传比丘，他们就只接受阿含经，那就三藏教。所以你看啊，智者大师在1500年前，他就用藏教人这种概念来指涉现在的南传人，蛮好的。因为现在南传人就是只相信阿含经，所谓的阿含经就是所谓的三藏比丘，法华经上讲的三藏比丘是这个。你说没有啊？大乘不也三藏吗？在法华经当中，那个三藏比丘指的是指只信仰世尊对什么呢？对声闻人所说的阿含教典为主的那些经典，当然它也包含了后来的论点。论点在佛陀集结的时候是没有，零挂零，但事后有，那是佛陀入灭之后的事。藏就是当年人家读阿含经也会去整理啊，解释啊，那整理解释不是佛说，但符合佛意。怎么样讲叫符合佛意？就是各个出家人去阅读他的解释，他的说明，然后说哦，我们承认你说的，你整理出来的 OK， 我们愿意流传。我们这个部，我们甚至用一整个部派来流传我们这位部派的创始者，或我们这位部派的复兴者、发扬者，他的论点，论点呐、啊，典藏的典啊、哦，点论点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这就论藏就出现了。所以论藏基本上是后来的弟子、古德、菩萨啊、哦，声闻人没有菩萨了啊、哦，就是他们的古德、他们的尊者啊、哦，他们的尊者所造的整理。整理出来的。好，那《法华经》呢，却一下子就是说三藏，这在预示世尊有那个智慧啊，他预示着将来会是这样，所以他写成他讲的三藏比丘，特指的是指以声闻教法为主的。好，这第一，这你要懂。那么这是藏传人嘛，就藏教人，他就是以十有二谛作为主，接着就是立根一些的，他当下看到这个幻有为俗这种概念，当下俗世俗谛呢，当下是一种幻有，幻有即空。幻有空不空，那就难说了。有人迷恋幻有，幻有这个幻有的概念是什么？就是它是变动的，像梦境一样变动。但有人执着梦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幻有即空才可以。那个幻有即空是一种证悟。幻有即空到什么程度来？它就比如说这样，花是不是幻有？你说是，我也说是。可是对证入空性的人来讲，他可以变花，他可以变出花来。你看看观音菩萨救度众生，没有桥的地方可以让你走过去，你会自认为有桥让你走过去。那么忏公讲过一个故事，他说他当年在大陆还是哪里，他听到了一个故事，他说在东北。在东北深山里头有修行人，有道教的，也有佛教的，深山里。好，那可能在森林里啊，怎样？那其中有这么一位他认识的出家人，他说啊，有一次他到深山里，也在那里用功，那远远的就听到人家在喊“色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色”，有点像那个金山活佛那样，他把那个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那个心经啊拿来用唱，
你知道《心经》其实是一种咒语，其实是一部咒语哦。它是显密咒语，它是先显说咒，在真正的目的是在讲咒语。所以《心经》get de bla get de bla sang get de buddhista pa， 它那个是它要讲这个事情。但这个咒语呢，是要在前面用显文来给予诠释，或来给你总持。总持完了之后呢，就丢开。所以意思是念那个 get de bla get de bla sang get de buddhista pa， 他一直这样念。那他就用唱，他唱的是中文。好，色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色啊。然后他在那静坐，跟禅公聊天的这位大德也是出家人，应该是修得很好的，不然不会有这个因缘遇到。他就讲，这个是这个大家都懂啊。他在呼唤什么呢？他就朝着声音过去。去了之后就看到真的一个出家人，穿得像野人一样啊，那个可能就深山里住久了。他就跟他讲一句话，他看起来因为会念这个经文的一定是出家人，要不就是佛教中人嘛。他看着能住在这深山里，不会是一般人。他就跟他讲说：“大德啊，这大家都知道的啊。”意思就是说你唱这个是做啥呀？他说大家都知道，大家不一定做得到。说着呢，就这样一抹。你看过那个鬼故事没有？你看过那个鬼故事，无脸的鬼，你看过没有？他就真的这样一抹哦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样一抹，所有的五官通通跑到后面，不见了，脸变成一个平的。哇，那个人吓坏了，我是遇到鬼啊，我是遇到鬼还是怎样？是这样，然后说完他就抹回来，他就示现给他看，那是正。所以说，世俗的真理是不是要灭掉才是真理？就像大乘这样的概念里头，它当下即是啊，就像立根。可以到这个程度，它是能够示现给你看，那就是证入。但我们在道理上先懂，你不然你证不进去啊。那至于怎么个的证入法，那就不一定要说破，只能口诀，不能给你说破。说破没意思啊，没有办法，你反而很多怀疑啊，那就不必了。但是道理要先懂啊。那么通教人呢，根器。当然比藏教厉，但通教人根气最低的，就当分通教人。通教人根气厉些的，就变成了被别所接的通教人。我说过了，他本来在通教中下手得利益，这叫做通教人。当分，也就是说他的能耐就在通教人的教法当中呢，能得利益。所以能得利益的是指当分通教人，患有空不空二谛，就空患有空，那也了解什么样，了解患有这个空不能够执着它空性，这叫做空不空，不是指空在不空在。所以说中文有时候你真的要小心，当他讲当分的时候，他是这个意思，是着空，是空，但不能着于空，那也仅止于不着于空，这样叫当分通教人。因为他知道他如幻呢、啊、既然是如幻的话，我干嘛着于空呢？请问你哦，我如果知道他是梦啊，梦境来去有各种样貌，对不对？那我要不要特别跟你提醒说，那梦是空的哦？不用啊，我都已经讲梦了，还需要告诉你梦是空境吗？是空相吗？不需要，他就知道他是如幻嘛。那这样，所以他不着于空，他不是那么强调说一定要去空哦，要着于空，然后住于空，他才安稳。他当下就知道他是如幻了，
只是说因为幻中有作用，我必须再假修行，知道这个此幻即是真，即是空性。然后呢，这个空性，所以我不受这个作用的影响。它是根气力的话是这样，但也仅止于这样。我前一堂课我讲，它也仅止于这样，所以仅止于懂得不着空，这样概念而已。所以我们常常跟人家聊天的时候，我们也告诉他，哎，你不要着于空，这种观念也有，那叫当分。进一步的被别教所接，那么就是我们上一堂课所提的，那就是空与不空共。那个不空不是指不执着，不执着空叫做不空，不是，是指有一个东西是不空的。在前一个藏教当分藏教人的话，他是终究只有空哦，只是说他知道幻有为俗，他也知道，所以俗在真，俗地在真地也在，他不需要灭俗地才来证真空，但他目的还是空哦，他还是一个，所以他叫 单真嘛，就是一个空而已，一个空而已。一个空而已，可是根气如果更利一点，他就被别教接的话，他是看到这样，他是看到空，也看到一个叫做不空的，也看到一个叫不空。这个时候不空是一个完整的概念，不是那个不字不是拿来做动词用，否定空，不要执着空，不是讲这个，是在讲什么？是在讲超越那个空性，有一个既不能执着，但也不是真实。你执着的那个，不，你本来就不能执着，它有一个不变的主体，但它承认它有特别的存在状态。那个存在状态不是我认知的存在状态，我们一般认知的存在状态是什么？就摸得到、看得到、听得到、尝得到、想得到、说得出来，这样叫做存在。包括虚空，包括时间，包括空间。时间跟空间其实不是你想得出来的，是因为那是一种在科学、在逻辑或者在语言哲学上来讲，那是一个共用的假命题。什么叫共用假命题？你看，谁能够抓一把时间给我看？谁能够去定义那个时间是怎样？没有，我们都没办法定义。我们定义时间是拿那个时钟的指针在定义的，我们是这样定义的。到底宇宙当中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时针、时间？人类最早的时候，或者到现在为止，一直是被牛顿的假设所限制。牛顿永远知道那是假设而已。牛顿是假设的，他是先假设时间横流，有一种流动的东西，他时间不会倒转，他假设这种东西。你想什么东西叫做不会倒转？他有什么东西在转？没人知道。好，他又假设空间呢，空间是无限的扩张，里头可以存在某一些东西，但我找不到，但它就是一种永远永恒不动的凝胶一样的东西，它叫空间。他是这样想的。那这两个事情通通在二十世纪初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破了，但人类一般来讲没办法 follow 不了爱因斯坦的狭义或广义相对论，我们还是这种概念。我们讲起时间来逃头是道啊，头头是道，有没有？浪费我时间就是浪费我生命哦，好像有个东西在浪费，讲得好白，就像你浪费钱一样，讲得好清楚哦。你看我们这样一种概念，其实佛教里头讲说，这个时间跟空间的概念是虚伪的。完全是虚伪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未来心不可得，就讲这个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虚伪的概念，
好了，这个很深了哈，暂且不表。那我刚干嘛提到这个？我说什么叫做存在？有一种存在叫做不空的存在，他没办法告诉你那个存在是什么。但为什么会这样？相当多的人在这里是完全无法契入，到现在为止的佛教徒、佛学院的很多老师，他也无法契入，不能接受这个概念。所以说，你说佛教很辛苦啊，弘扬起来很辛苦，他教内的人都有能力不足，他就无法体会什么叫做不空。就有一种东西叫做不空的存在，也就是说，空我们能够理解，一般很容易定义空，从现实有当中定义空。我们讲定义空，定义空很容易啊。这里有个空间空空的啊，我东西拿来，就可能放进去。抽屉空空的，我能够放进去，这第一种空叫做有形的空。第二种空叫做无常性的空，缘起性的空。缘起性的空就是说，你看这个叫空哦。怎么会空？这东西在这里啊？没有啊，我拿火烧了，或拿怎么样了，它都化掉了。可见这个东西是一个暂存状态，它只是没有遇到火的因缘，遇到火的因缘它烧掉了。所以那种存在，它不是永恒存在。我们说这会缘起性的存在。再来，这个东西呢是由分子组合起来的。我要是有个光去照它，照它之后让那个木头分子活化。活化，活化到什么程度？活化到每一个那个木头分子哈，他们的活化力好大好大，大到他们互相连接力量都散开了，你就会瞬一下子，那个木头的分子全部弹开来，因为它能量太大了，弹开了。它今天之所以凝成一个木头，是因为它的内聚力大过外逃的力量，所以凝聚成这样。当我给他一个外逃的力量，很大很大很大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嘣，他就散开。我们再来想象一个蜜蜂，蜜蜂，我捅了蜜蜂窝，一群蜜蜂集体飞过来，嘣，飞过来，你会看看远远一团球。但这个时候，如果有个小孩子呢，弹弓打得够准，他往那个球那里，往那个这个蜜蜂球在那里打过去，没有打到蜜蜂，可是把蜜蜂吓坏了。他们就讲日头刺艳艳，个人顾生命。你逃呛牙呀，过人过生命。这个时阵，蜜蜂就不能形成球了，因为方向不一致，速度不一致，各自逃窜。噌，蜜蜂那个球就散开不见了。请问你刚刚看那个蜜蜂球在不在？不在了。但你刚刚看的那个是不是蜜蜂球？是，它是暂存的存在。我们说的存在。存在这两种概念，主要是这种暂存性的存在，所以我们说存在。但问题是我们怎么检测这种？我们怎么 detect 就是测量、探测这种存在？我们是怎么探测的？我们怎么确定探测这种存在？六种东西探测：眼睛看得到，鼻子闻得到。手摸得到，舌头尝得到，耳朵听得到，心里感受得到。男生跟女生交往，男生呢送了99朵玫瑰，那算什么？还好你不是送百合，你是送99朵玫瑰。然后呢，送那个99朵玫瑰的人就说：“啊，好高兴。”那算什么？那就在传递心意，你感觉存在，你感觉那个。你们的所谓恋情的存在，好了，我送你一个很好的东西哦、oh, ，chocolate， 你知道吃了巧克力之后，脑子有产生一种恋爱吗啡，所以恋爱的人最喜欢送巧克力，啊、哦，是这样的、哦、那么恋爱吗啡吃的时候觉得啊、哦，我在恋爱了，这种概念，你的味觉就是舌头。加上你的消化，然后产生一个反应到你的脑子里，你感觉存在了。还有有人骂你，你就把他骂回来，你感觉存在你的尊严了。所以从有形的、无形的、接触的、饮食的、听闻的这些，若一若二、若三若四、若六根通通一起用，不一定，有时候只有单根用。你比如说，视眼盲者，
眼盲者他用耳根就可以感觉存在，听耳辨位，辨位对吧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还记不记得你们这个超过50岁的人都已经看过什么大刀王五？大刀王五当年眼睛被弄瞎了，他用耳朵听音辨位就把敌人干掉啊！这个大陆来的同学，你们没看过这部电影啊？这部电影老掉牙了，但是在我们那种贫乏的电影时代，这个算是不错的电影了啊，是这样。他就我就记得，他就还会演说他耳朵动一下，嗯，听到什么声音，就是他的一切存在，有吗？所以别忘了，存在是有条件的，存在是基于我们的六根 detect 去接触外界，然后做综合解读之后，我们认知，我们给他一个定义叫做存在。那我就再反问你，存在是这样定义的吗？是谁告诉你的？回答我，存在一定要这样定义吗？经验。对，你是用经验定义你的存在，但问题是你的经验是宇宙真理的经验吗？没看过鬼，所以你就认为鬼不存在，因为你的经验没有。但问题是你的经验是这个宇宙的真实经验吗？这就是人类的盲点，就在这里。人类一直用自己的经验认定存在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？我告诉你，有一种存在，那种存在叫做不空的存在。我没办法告诉你是什么，不是它不存在，但我没办法跟你描述。为什么？我请问你，怎么跟一个眼盲者描述白？没办法。但白不存在吗？对你来讲，白不存在吗？存在啊。可是你怎么死说活说，你跟他打架都没用，因为他就是不认为白没有，因为他没看过，他顶多有概念，他总是不知道什么叫白。你帮我拿一个白色的咖啡，你对一个眼盲者这样讲，你对他是很不尊重。你跟他讲说，帮我拿一杯热咖啡，那还可以，他大气一下，那是热的。这就好像去请道士说：“哎，你能抓鬼，请这次抓来给我看一下，我才付费给你。”你也是太过分了吧？是不是？他只能用葫芦装鬼在里头，他不能把它弄出来给你看啊！这是比喻了哈，不是真的啊，就比喻的意思。所以佛经为什么这样说？所以有一种存在叫做不空的存在，因为有人执着空啊。有人着他那种空叫做那种空是什么状态呢？那种空就是说它缘起性的，它有一种是不是用缘起性来描述的一种存在？我没办法，我没语言考描述，你没看过你就没语言，你要知道，没有看过的东西你是没办法用语言，或者你想不到的东西你是没办法用语言。所以这个时候用不空，这就是有一种人，他心里头更加明白有缘起性空的这个事情，就是一切万法如幻，如幻当下即是空。他知道，他也不执着空，他知道空之外有一种不空的存在，就叫空与不空，共，空是一边，不空是一边。两者之间共同的存在，它是共，它是共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有人闻，非漏，非无漏，未是非两边。中显别显中理，中理为真，又为一番二谛，就另一种二谛就是这样来的。他知道漏，漏就是世俗间的漏，另外一个非世俗间的无漏，啊，无漏就是空性，无漏，漏就是漏失那个功德嘛，无漏。但是我现在不执着无漏，也就是空，缘起性空，
你执着它就是一种漏，我不能执着它，所以叫非漏，我不要去执着它。那么那就不要执着它，那就是说无漏咯，我也不能执着无漏，叫做非无漏。 这是当分通教人的概念。但是另外有一种人，他根基更利，他看到的不是这个概念，他看到是非漏，是指世间有一种漏，那个漏不能执着，但世间有一种叫无漏的，也不能执着。他是认为有一种无漏，不是去不要执着漏，不是，直接就看到有一种叫做无漏的，无漏是这样。本来他是非漏，非非漏，本来是要这样讲，当分通教人是要这样。你执着空，你也要不要执着，你不要执着空，你证得的空，你不要去执着空，不执着空。现在他看到不是这个，他看到说有一种世间的真理，不，世间的存在本质上是空，但仍然有不空的存在。哦，不空是合在一起讲的，不空是合在一起讲，合在一块讲，叫做不空的存在。所以这个时候空与不空就变成天平的两端，一边是空，缘起性空，一边是不思议的存在，叫做不空。他没办法跟你讲那是什么存在，但那是有不空，他知道。那么呢，同时存在这两种概念，也就是我不站在不空这一边，我也不站在空这一边，我站在中间，也就是我同时接受这两种事实的存在，空与不空，共共就同时存在。这个时候就显出中理了，这就是一种中理，中道理。但这种中道理是怎样？我要跟两端保持中庸，中间，我才能承担这两端的事实。我如果偏一边，那我就丢掉左端；我若偏左边，我就丢掉右端；我如果执着空，我就丢掉了不空这一端；我如果执着不空这一端，我就丢掉了空这一端。所以我要对两端中庸平等。那个所谓的中是指的，我同时存在这两个概念，我都接受。这个时候的不空，在另外一个讲法当中叫做妙有。但什么时候才能谈到妙有？什么时候才能谈到妙有？到了这个别教人来接的时候，其实就能谈妙有。只是说这个妙有是怎么的，跟空性的关系又是怎样，又分别教跟通教的关系啊。那所以说我们来先看看别教人接通教，他这个接的概念，就他当分，我刚刚讲他懂得去非非，刚开始他是懂得一切世俗见当下是缘起性空，那么这个缘起性空我又不执着空，这叫当分。当分就是他就只懂这个道理，所以他最终是懂一个空性。但这种人如果他没有根基力，他就留在那。他根基力是什么？我在教他，我继续教他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是啊，世俗是缘起性空，也不应该执着那个空。不过你知道吗，所谓不应该执着空，是因为这个宇宙当中有一种存在是你我经验外的不空的存在，它是一种存在，它叫不空的存在，也可以给一个名字叫做妙有的存在。这个妙有跟空是同时存在的，你呢不能偏妙有，你一偏妙有就执着有，你偏空你就执着空，你必须站中间。你愿意相信吗？通教人当他说这个比我刚刚懂那个道理还要深，我相信，我接受，这样叫做被别教接，别教人来跟他讲这个道理，他接受，叫做被别教接。古德很简单的讲这么的，别接原教，就是别接通教，就讲这样的。
以后讲接都是这种概念，就你本来在这个观念上，但我基于你懂这个观念呢，我再给你更高阶一点的观念，是在你的基础上再更高阶的观念，哎，你就进入到一个不一样的境界里头去了，这叫做接上来，这叫接。哦，要知道有三个接，三种接法，别接、别接通、缘接通，还有缘接别也是。总是接，总是后端接前端的。切，情况是怎样？好，好，那个 buy box 哈，只能够懂那简体字的中文了，很糟糕。好，那么就这样叫做不空啊、哦，是这样。OK， 那他说有这么一个人，有这种人，这就是别教人，他概念上就是这样啊、哦，他能这样，他就讲这句话。他说有一种人闻非漏非无漏的时候，他位是非两边，两边都不是，他已经出现两边的东西，所以两边同时存在，叫做共，叫做空不空共，你会看到这种说法。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说法，稍微有不同了。空跟不空共，因为都在两端呢、啊。你如果不共，不同时存在的话，它就会怎么样？它少一端呢、啊。所以说，空与不空共，这个观念啊。好，那么这样子呢，已经别显中理，就已经在不是最不是主要要去显，但已经在这样子。啊，间接这个别显别字就是间接，间接凸显出中道理了，中道的道理，啊，重写一下，中道的道理，什么叫中道？就不偏左不偏右，中间路线。那世间人讲中间路线，常常会被讲成，骑墙派啦，或者没有鲜明的。鲜明的立场啦，常常被讲成这样啊，没有鲜明的立场就没有人会拥护你，因为你需要有立场的啊、哦，是这样。但是佛教里的中道是有立场的，他就是不着两边为立场啊，他的立场其实也是很明白。那怎么这也是一种立场？为什么一定要看两边才是啊、哦？不过呢，中道在凸显，它是透过这种中道是透过两端才能表示的，它不偏左不偏右。这样来表示、哦、那么好，这叫做别显中理啊，中理为真，所以两端都是熟，都叫熟地，空不空都是熟地，空不空共才叫真地，共也就是说我呢，我赫旦两端都存在，我一口气看东西就看成什么样，看成你是既是空的也是不空的，既是空也是不空，这是别教人已经接了通教人，也就已经接了，就你就是别教人，所以我已经看到中道义。那这个时候什么意思啊？你比如说因果空不空？因果不空，但因果也空，因为呢，因果受在谁身上？受在如幻的人身上，也受在一个造业的人身上。那受不受在不造业的人身上、啊、我就不造业，怎么会有因果在我身上呢？但是如果圣人造了，曾经有过去的业，那还是一样如幻的放在圣人的身上反应。你比如说世尊曾经呢敲那个鱼王，小孩子的时候敲那个鱼王的头敲三下，他成佛了还是得受啊，头痛三天过，痛风痛了三天也是会痛啊、哦，那么像这样情况，他圣人受不受因果？受，但他不昧于那个因果，他不昧就不会弄不清楚，是吧？好了，那问题来了，那这样的话到底因果是情况是怎样？因果就是在不昧的情况之下，他如幻的现前，佛也在受因果，我们凡夫也在受因果，我们凡夫受因果有一个真实的
妄想中的我在受因果，佛陀受因果也受，但他如梦幻泡影的受，像一场梦一样的受，他当下就这样看，所以他受不受？受啊，因果发不发生？发生啊，所以他不空啊。但虽然他不空，他同时也空啊，他像如梦幻泡影一样啊。那我们呢？我们不是，我们因果一点都不空，没问题。那对于那个他如梦幻泡影呢？对不起，做不到。我们就是有个真实的我在那受因果，所以我们去下地狱去了。然后下地狱了，或者是还在六道流轮回了，还要儿孙来拜了。华人文化当中特别要很在意香火，香火就是这个东西，爱人拜，有没有？很在意啊，死没人拜，较惨死啊。死没人拜，惨过死啊！我可以去死，但不能死了没人拜，是这个观念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呢，使得众生他还是在受苦。但这种观念能够超越阿罗汉，阿罗汉是这样，世间都是如幻，没有一样是真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世间的价值他不建立的嘛，他也不去帮忙嘛。都是梦中的事，我帮助那些梦中人干什么呢？梦醒了无痕，春梦了无痕，我就帮上他干嘛？所以他不会有世间的价值。所以为什么阿罗汉们他离世间头也不回，乃至于跟他曾经五百世做妻子的现身来跟他讲说，请你能不能留下来度我？他也告诉他说，我做的就是在度你啊，我证阿罗汉就是度你啊，啊，你就要按照我说的方法去修啊，没人能帮你修啊，义正言辞，完全正确。但问题是，你就出梦了，我还在梦中，你难道不能进梦中陪我一下吗？嗯，在梦里的人很渴望这样，我出不去啊，我出不去啊。啊，你都做圣人了，你不能再回来一下吗？没可能的事情，这都是声闻人的看法。为什么？那个梦就是梦啊，你叫我再进去干什么？我不，我吐出去的东西，你就出梦不就对了呗？凡夫没那么容易，凡夫就这样想，我是想出这个梦啦，但可不可以慢一点？他就这样想法，要不就我只想出梦了，但是谁把我拉出这个梦很有关系，我要一个我信任的人来拉出我这个梦，你觉得怎样？好烦哦，好 dirty， 好龌龊啊！你就是视生死如冤家。职业救生员看到有人掉进粪坑里，那个职业救生员会不会这样讲啊？那么脏，我怎么可以下去救人呢？那你才算什么职业救生员呢？你那个牌是挂假的，平亚丁马爱乐。我们知道那个海军陆战队啊，他的基本训练就是躲在粪坑里不出来，那是基本训练哦。那个不是陆战队也有这一套，现在有没有改我不知道。我以前有个学生，他是比陆战队还陆战队，那个就是夜鹰啊什么，他们有代号，他们没有官阶，有代号，走在街上看到宪兵就打，专打宪兵，因为宪兵做警察，他们为什么要去打宪兵？因为宪兵抓不到他们人，如果打输了他就完了，他要训练那个仇恨，训练杀伐。训练没道理，他们看到鸡吃鸡，看到蛇吃蛇，赤手空拳哦，砰就捉过去，就憋断，吸那个鸡的血，吸完丢一边。农村的鸡照抓，那事后训练完了之后哈，他们的官员会来问你杀了几只鸡，那然后去赔，他会去赔。他不会预先告诉你哪一家的鸡可以杀、啊，他当然不会这样、啊、你遇到哪一家的鸡就抓哪一家的鸡呀、啊。
他丢你到深山里头进去的时候，七天某一个定点你得出现，好端端的出现，身上拿某个东西出来给我。七天，刚开始是一夜，再来三夜，再来五夜、七夜，这样一路增加。训练场就在我以前住的 茅棚的地方，深山里头的地方，有一个叫山训场。这样，他往北去，一直到北齐来，北齐来山哦。我住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是在骊山下呀，古关呢。古关进去之后，他出现的地方必须在哪里？必须是在齐来山呢，北边的新竹那一带的齐来山，他必须出现在那里。那训练的时候，冬天哦，很冷哦，一条小短裤，等于内裤，他们不穿内裤的，就是一条小短裤，一把兰博刀。那么那个兰博刀有一些小技巧，比如说可以打火，可以怎样？那再也没了，是这样。那你要掩藏你自己啊，怎么怎么？他就告诉我，后来他的训练到第三阶的时候，因为受伤，从二楼跳下来，从二楼跳下来叫基本功。基本功是从二楼跳下来，二楼不是一楼哦，听清楚，是二楼六米哦，从六米基本跳下来是基本功。啊，他不知道是电到了什么，不小心电到了什么，脚踝受伤，马上退训。对男人来讲，那是很惨的，被退训是很惨，是这样，因为他自己进去的嘛，是这样。你们都见过那个人呢、啊，我不好说谁。目前很少来了，这样，他现在去做禅堂去了。好了，那就是这个概念了哈。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，那就是训练一种恶。那对住他的性格啊，我们在梦中的人，我们。不知道想要出来，你知道吗？《法华经》上不讲了吗？三界火宅，你必须羊居、鹿居、牛居、大白牛居去诱引诸子出来，那还是佛哟，才有能耐。那我们不见佛，也不见圣人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那末法时代都凡夫呀，是不是？所以只有一种人，大乘的菩萨，他必须看懂这个道理。舍己为人也可以这样讲，所以你看智者大师说，我因为呢住持道场受了伤害，所以我所证的很低。你就以为这样智者大师说真的证的很低，他证的很高，敢这样做的人才是高，敢做自我牺牲的人才是高。以天台来讲是这样，但为什么他要这样讲这个话？他在告诫后来的人。说你不要好为人师，你不要能力不足，你去继承道场，哦，去承担道场，你不要去做这样，你不要去做这种事。那么当然呢，有些情况像我们的因缘就很麻烦了，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手上没有什么道场可以用，那我也不敢建道场，我是来接，但你连道场你都不接了，你就没有今天可以讲课的因缘。但是呢，就真的像智者大师说的，你还是会像他说的，会损己利人，那自己不得利益，他会这样讲。但是呢，古德对于智者大师的这样解释、这样说法，他有解释。他说明的是失，暗的是德，因为那是因为他看清楚了，他才要这样做。他讲得失是对凡夫说得失，在一真法不，在他的圆融见解当中，哪有什么得失啊？没有啊。圣人利益众生，他是这样讲的吗？他比如这样，一个救生员把你救上来了，然后告诉你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多牺牲我自己，我才救你的。有救生员会这样做吗？会这样说吗？不会啊。你要是他这样说，那我再跳下去好了，欠你人情，欠这多，规气我跳了，我再跳下去。不会的啦，救生员不会这样，他救你为乐，他救你为安稳，他不会觉得他是损失，他是委屈，他受伤，不会啊。你在粪坑里，他二话不说就跳进来，他也搞得很脏啊。然后他跟你这样讲，你知道吗？人家我本来干干净净，昨天才洗好澡的。我今天要跳下来搞得好脏啊，你知道我对你人情多大，我要不是你啦，我都不会这样脏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在这儿啊？
害我还搞了一身脏，不会，救生员不会讲这种话。所以智者大师他就是救生员呢、啊，他就牺，我们来讲说他像牺牲，他怎么会自说他是医生呢？他当然不是，他不是真正这个想法。真正的救生员怎么会自己说？你知道的，我是多牺牲我自己在度化你们呢、啊？会这样吗？这样的话，下一堂课你们全部走光光，对不对？你们不要来听，我就不要牺牲。会这样吗？不会啦。讲经说法是感恩诸位，你们来听，共同成就佛法，哪会说是我牺牲呢？那我都懂这个道理，智者大师会不懂吗？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 他在告诫人说不要沾名利，你得弄清楚你在做什么。他在讲这个意思，就是后来祖师一直解释这个事情，但是呢，不懂天台的人就拿这个说相。他怎么说？嘿嘿，你看看你们智者大师自己都损自己，你看，所以你们天台没什么能人。我说啊，算了，你跟他辩论有需要吗？智者大师不是要讲这话让你去跟他辩论，懂吗？啊、哦，所以我那那靠我聘，我们要有格，没关系，他不懂。有缘我们就听懂我这个话，无缘他就这样想，他舒服你也没办法，他要贬义人家他也没办法，人家是智者大师，你要用你的知见来贬义他，你觉得他有受伤吗？没有，谁受伤？是不是？所以不要这样做，我们不要轻易的张皮鼓人，不要这样。好，那么先说到这里好不好？下课啊。向下文常复以来人回向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志归于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志归于法，当愿众生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归一生，当愿众生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好，休息。